实际上到阿拉得来个明星呢，实际上是蛮多的啦。平常辰光呢，我也不大好意思跟伊拉去拍照片，因为伊拉平常光也老忙的，侪愿意跟我合作。我会得老笑不过我来，但是搿是老蛮珍贵。刘嘉玲啊，看到伐？王家卫的、林心如的、吴亦凡的、何炅的，就是我们《舌尖》导演。我觉得他们来我这里吃饭是看得起我，是欣赏我那个厨艺，不一定是说我的厨艺有多么好，但是他们好那么一口。我是汪姐，大家看得起我才叫我汪姐，实际上我就是会得烧菜的阿姨妈妈。我在上海经营了一家个人的一个厨房，我努力的每天帮他们做点好吃的，诱惑诱惑他，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浦发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小浦会花，让你越花越会花。实际上，我烧菜味道呢，真的是传承于这个阿拉爸爸妈妈了，还有弄堂里噶许多人家，所以讲我学了老多。就是讲，侬一直辣辣做菜的辰光。就小辰光搿眼搿记忆，到辰光就像只指南针一样，咚，会得说一面一指，我就马上就晓得了搿道菜是哪能介，搿种画面要会得出来个。搿只菜好像李家妈老早哪能烧，经典菜侪是来自于就是讲每家人家饭台子高头个。我能烧这个味道，可能我是父母那边记忆的，就是我的记忆当中是这样，就是这样，这一定要我记忆当中味道的。这一块我是比较固执。来我吃饭的那个这边都是来，哎呀，汪姐你是最正宗的上海菜。有的时候有笑话，哎呀，那个都年纪很大了，一头白发的，哎呀，那个是我小时候我奶奶做的呀。你年龄比我大，你奶奶我有见过吗？我那做法一直凭我的记忆口感，我现在每道菜都是记忆中的，记忆的味道真的是抹不去的。我假使搿种阿拉上海，我记忆当中最好的菜就是，以前我烧个酱汁肉。小辰光我记得屋里向来亲眷了，家阿拉娘总归老执，这侬到阿拉搿搭门口头有的大牢房去买两块酱汁肉，因为搿酱汁肉是大啊，一般性买四块，回来还可以一个两。八块也就有了，客人没几块，自家吃吃么再一个了，就是搿只窗口只有搿眼大，但是我只头总归会得穿进去，我讲多帮我舀两勺酱汁，你也看看侬小人嘛，帮侬两勺子，一路就会一直嗅，哎呀那个好香，那个好，走到家里是客人吃的嘛，我到屋里端了台子高头，还是家教有规矩有这个，客人先吃，爷娘勿动筷子，小人能勿上台子，叫侬坐上去再坐上去。不吃饭，葛么也老实相啊！自家拿两勺汤倒倒饭吃吃，老开心了。搿个香气扑鼻，就是老满足感了。就是刚刚后来有点嘛也高兴了。就是今朝把我搿碗饭有得倒，所以讲我一直讲，我肚子里一定烧交交关关酱汁肉，吃我够，吃我饱。所以讲我两个小人就是拨伊拉吃酱汁肉，伊拉也欢喜。
吃了开心哦。这是阿拉个招牌菜，酱汁料。阿拉爸爸年纪轻辰光最要吃炖上两个。酱爸爸都吃。老早到大富贵吧。哎，老早大富贵，还有大老房老啥侪有。大老房，大老房。伊是欢喜大老房的酱汁料，我也是记了大老房的味道呀。所以讲，我就是讲，现在没改良过，那多吃点啊。搿食物呢，还会得把侬带到老远，勾起回忆很多事情。所以讲，阿拉对食物的尊重，我觉着是老重要的搿桩事体。侬潜意识中不愿意忘记那一段，勿愿意去忘记脱侬自家从小长大的地方。关键点搿里向从小好吃的物事，侪从搿里向出来的。实际上，我做菜的味道真的是来自于搿，因为我从小生长辣搿个环境里向的。我也没生嘛没变过，我还是农场里出来。我到现做到现在，我就觉得我就是农场里出来会得烧饭的阿姨妈妈。实际上呢，我辣辣搿只厨房间里呢，七七八八呢，我也等了十几年了。我就觉得每天就是重复了做搿眼事体，有辰光想调眼菜呢，客人的需求就是讲蛮难扩展的，蛮难扩展以后呢，我就觉得有点烦躁。我本身还是讲，我是不会得厌恶做菜的，不会厌恶的。我讲，我是欢喜的嘛。哎，真的做下来就是讲，侬想的不是一样。每天做个一桩重复的事情，侬会得吃力，就觉心里有点疲惫，心有点累，就是想有种新的物事给我。但是这个体力也小，就是难以扩展，所以讲老想跑出去走走看看，我哪能个来改观一下自噶？平常光看看电影，我蛮欢喜看那个农民啊，大头高头扎个头巾啊，各种辣辣窑洞里生活，伊拉是哪能噶个吃啥物事个？老想有搿种个。探究的，就是讲，帮我反差老大的，想去看看。这都快成熟了，金黄金黄的。哇，那芦荟啥呀？舒服，真漂亮，真漂亮。你说一说，插家里也好看。现在吃小米粥吃粗粮了，以前我们喂鸽子的。哎呀，老壮观的，就是讲我一记头就觉得，哪能会得噶漂亮啊？搿地貌风景哦。我一到那里，我就看到那个东西，天地连接，山连山，山连山，全是黄土，还有绿的。哎呦，真的是心胸一下子开大很多，就这么宽广，连透气觉得舒服。可能就是我厨房走出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我一下子释放了很多很多。他样子独得嘞，而且上海人很独，就是乐辣，舍得嘞侬就觉得侬没办法了啦，就讲气温反差老大，夜里向嘛又老冷。真的吃，真的吃。我以为生的吃嘞。实际上，我到一个地方就欢喜斗菜了。跑到宾馆，房间一开，捞第一张天，就问人家吧台服务员，那附近菜场了啥地方？搿做出来热气腾腾的豆腐啊，我已经老兴奋了。搿眼豆腐有豆香味道扑过来的。豆腐生意好不好？你看，就是讲我跑到去，哎呀，我没看人家豆腐，老热情的伊拉面头。质朴，搿豆腐我好我廿二块，人家就直接跟侬讲，千块给你吃。人能做多开心也不要吃嘛。我吃了块，我讲有老好吃的豆腐，哪能介好吃的个？那比馒头都好吃啊！2块我来。热的。我跑到搿种菜场哦，搿种兴奋度是跟我到阿拉上海买菜不一样。再给你切一块，2块吃下去。
不啥样那个，一边吃一边，哎，个豆腐哪弄个的细腻，香不香？香不香？香。好好吃。它是活的，我觉得这豆腐是活的了，这舒服啊，好爽，好爽。豆腐是活的。你就是觉得我觉得伊拉搿物事侪老有生命，因为从刚刚长了伊拉摘下来呀，侪像活个一样啊。就是侬看到心里向有种冲动感，这葱很香很香，老想马上就去烧出来吃。刚刚摘下来个烧出来是啥个味道？是我辣辣上海做不到搿一点。走到前头讲，看到埃面讲又有的豆腐了，我想看看叫两家人家豆腐有啥个区别。还没问了，人家直接上来就讲，这一块不能吃吃。太好了，好吧。这个豆味更重一点，这个豆味更重啊。这个豆味颜色更黄一点，这个豆味，反正都好吃。我一讲还是讲好吃，好吃两个字大概是全国通用的，听得懂我话啦。又这一块给我，我吃了四块呀、啊，吃了个四块豆呢，心里想是美滋滋。我家饭也不整了。二十。啊，你再给我上个三块。三块对吧？哦，我刚给你找10块钱，往高走些啊。我融入了我。我一辈子没拿的豆腐就得算，这是我真的一辈子头一次啊。这个。找我算。这说了就是，一定要对对的地方吃对的东西。这边这个豆腐，这个都是对这个土生土长的，超棒的。看那个肉啊，多舒服啊！那个标，别以为那个标是不好吃的，那个才好吃的。那时间为了长，你油都走了以后啊，那个肉醇香醇香，那个油啊，给我回去做那个八宝饭，我开心死了啦！你现在买的标油就这么一点，买都买不上。跟肉好，谁老肉精啊？根本搿老板呢，伊没做豆腐人大气，没这块肉拨我吃吃，再拨我吃我也不敢吃，老好白相。就是我真想去看看外头，看看人家的菜场，我有啥眼有眼啥个好土的菜，好把我带回去吧，好去炒两只新菜吧，给我眼新的思路吧。不要每天就蹲了阿拉自家我这小天地里，阿拉搿对客人对我真的是宽容宽厚，每天大概怕我脱出来，每天就拿了手机，我要搿只菜就是我经常辣烧菜，实际上我老想有拨我种。新的么子，我这样没来过，我要烧点新的么子，只好召集我搿眼朋友们来吃吃。实际上，我有得交关好吃的菜嘞。搿车子开过去，吃尿不尿，吃尿不尿，我跟侬讲，地浪向是坑坑洼洼，哪年地啦？反正是上海人讲弹簧屁股，咯噔，我也勿晓得吃了多少嘞。突然我就觉得看到伊拉里向居然种个。稻米就倒置了，一边沙一边山，那边里边有水稻，当地那个种水稻的告诉我们里边有宝贝，什么宝贝啊？水稻嘛就水稻了，出稻米呀、啊，有蟹，什么蟹？我突然来了精神，上海人最欢喜的大闸蟹，我眼睛一亮呀，大闸蟹我欢喜呀，因为我老欢喜煮蟹的，我不信啊，我去探究一下。小普惠花，让你越花越会花。本节目由浦发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升一级，起一级的打下去，人还没挖下去就哈哈死了，就讲哈还没做着。后头不做的，做这个蟹短命倒了，快是快的嘞，做不得一只脚倒了也不来着，反正就倒了。身高头蚊子块是叮得嘞，我就想搿眼蟹就勿要吃算了啦，搿蚊子吃勿消了，叮个侪蚊子，抓了眼蟹上来，蟹呢伊拉怎么讲，都去就是看看就看了，去捉伊做啥？我觉着想看看哪只蟹，我还是想一探究竟。不要咬我。这里的蟹到底怎么样？
帮了上海还有区别吧？因为我记忆当中，各种地方哪能会得有？不是讲各种地方哪能个不好，就不大会得把我想象当中有堵塞。突然真的看到这个。旁边那个就是杨县人邀请，能不能给我们做一道那个蟹？因为他们对这个蟹的做法好像不是太懂。他们对我问他们吃蟹吧，他们说不要吃，太烦了，那也不会做。我说我教你们一道最简单的，拿你们最简单的盐。大闸蟹叫盐烤大闸蟹，不是放那个柴火上烤的，是我们锅烤的，像贴大饼一样。我是没想到，我的感觉就是黄土高坡都是泥呀、啊，都土啊，说带了好多口罩啊、风衣啊，都没用到。这边美丽的土地，我看到了那个水稻田里面都是螃蟹。我真的没想到这边竟然有螃蟹，还这么好，品质这么好，没想到哎。想留着多多吃点螃蟹，扎起来蛮辛苦的，跑了很快，真的跑了很快。烧干就好，吃起来咸咸的，正好。外面是咸的，里边是正好吃的。发个大的，喏，女士大的，自己拿呗，来，尝尝呗，这盐烤的，公的母的，我就吃公的，吃公的，我不喜欢吃母的，哎，你倒聪明的呢，还不喜欢吃母的呢，就是我们这边冻地里面螃蟹，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冻地里面的，这个营养丰盛，营养丰盛，螃蟹吃那个就是营养比较丰盛，正常，你像冻地里面有小虾、小鱼。还能吃虫小虫，这正宗野生的好吧？哎、这正宗野生的。哎，你们这么好条件啊？嗯，天天自己养的蟹，就着你们馒头，你炒一锅蟹粉，我是没这个条件。蟹粉就着馒头吃，我觉得太奢侈了。住你们这里，我天天蒸两馒头，炒一份蟹粉往上一夹，那多好吃！要汤，这野枸杞啊，看不见，我们上海买的都是干的那种。枸杞明目，还养颜，暖胃的。那吃呗，多吃点，这又是野生的，吃不到、哦。野生的，多漂亮的，多美呀、啊！我走走嘛，我就觉得一样跑出来了，我们就来个以食会友。
这个脑子里面就一直忘记不了，哦，深深的记忆。我看到伊，我就惊讶了，噶细致，辣辣个，跟伊拉个城门城墙，我觉得是搭搭起来，精致，搿道菜一道一道工序，一道一道工序。反正摆了交关物事，我真的是看了眼花缭乱，记都记不得，搿脑子还勿够用，我就看了眼脱了，噶精致。搿辰光我就想到，伊拉搿搭生活实际上是老精致，刚刚是辣辣上班，还有伊噶精致地方，保留了噶好地方。我就一想到，怪不得伊拉瓦片这么精致，伊拉每只城墙高头雕个种门啊，噶漂亮，跟伊拉个吃个菜搭嘎的，搿才是一种精致的传统。那么我后头还问搿个房东，是不是伊拉为了今朝拍电视剧做搿道噶工序繁琐的菜？房东太太跟我讲了，勿是个，阿拉家家人家吃，一道工序也勿漏脱。我讲勿会吧？伊讲是的。我们都是这每一道菜跟它一模一样，就是只不过海带高这家可能淡一点，这家可能咸一点，里边的东西都是每道都这么繁琐。我讲不太难了个，不烦的。阿拉欢喜道菜，家家人家要做，搿是一种传承，我们老辈传下来的东西。用的是鱼类的这个塌材，就是豆子嘛，啊。这次来榆林真的很幸福。李小龙的那个师姐啊，伊呢做了一道就是马蹄酥。是面粉做的一个甜点，但是看到伊拉师姐做的甜点，就是惊艳到我了，就是个很麻利的，就觉得老几对了，一手里向。就是稍微和和面，捏一捏，出来个么子噶精致，每一只细致，这个我就觉得不要去称不了，肯定来差不多，上下不会得差这个几钱的，很精确，很精致，可以做起来就是个很松，很舒服的感觉，就是揉面你也舒服，擀面你也舒服。到了油锅子里出来，眼到我了。吃惊了我啊！我受惊了啦，就是，哎呀，一出来像多货，一层的，不晓得多少人数出来了。红的、白的，就是讲各种颜色啊，老分明的，看上去很有食欲的，吃上去的感觉，侪老家嘞，酥是酥得来，一口又香又酥。发酥啊，我师姐今天是用的是小包酥的手法，嗯，啊，来制作的这个，真想吃这个。那榆林这个美食我都没想到，这很精致的，这么多一道一道一道，这实际上就是看上去那是一个很多东西的，很精致的一道菜，比我想象中黄土高坡那个地方。苦寒之地啊，没不是苦寒之地，来了才知道来晚了。塞上江南，来晚了，真的。榆林菜啊，为什么这么精致啊？从历代啊，官员到我们榆林来啊，他们有很多的，就是像南方的，是吧？到了我们榆林来，他们带着自己家厨和自己的家具，啊，在榆林生活，他们回味他们自己小时候那点记忆味道啊，他们回味。他们就根据榆林这些地产的一些当地的一些物种来制作一些他们的小时候的味道，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
一种地域文化。对，地域文化。他，你爷爷性格肯定是硬朗的，你那个汤你调的味出来就是很强烈的，很浓郁的。很浓郁。嗯，对，很浓郁的那个强烈的东西，就是你记忆中的。你如果你少放点盐，少放点味道啊，你觉得不是你做的，你不是记忆中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每道菜在做的时候，我一直在凭记忆。我们家的记忆是什么样的，味道浓烈到什么程度。你十几岁就开始做了厨师啊？那个陈大姐也十几岁就十几岁，我们这帮都是热爱美食的啊，都是聚在一起啊，都是十几岁，她也十几岁就结婚。我呢十几岁刚刚就是学会看，偷着学，也是16岁左右偷着学，所以我现在做的菜也都是记忆中的。这一方地方有一方的美食，每个地方都是有很经典很经典的东西。过年城市里都会赶回去，在打工的都赶回去，实际上就是好那一口回家的味道。回家的味道，然后都是记忆。他如果没有记忆，他急着回家干嘛？他记起过年我要吃什么吃什么的。我们店服务员说回家要吃凉粉，要吃什么，数了一堆给我。回家第一吃什么，第二吃我们这边菜不好吃啊，好吃的当中还是想念我家什么什么什么的，这都是记忆。他们也是儿时的记忆，儿时的记忆是最重要的，忘不掉的。榆林搿面搭个地区呢，搿只品山县是相当有名，伊拉对搿菜就觉得一直是好吃嘛，侪是爷爷教的咯，爷爷上头还有爷爷了咯，那讲祖祖辈辈传下来搿只菜，侬讲来搿套四合院已经200年了。搿道菜种勿止200年吧，我想，说明伊拉对传承搿物事看了老松啊，就像伊拉保护搿伊拉搿个城市一样，搿跟阿拉做美食个人是一样的，就是讲要拿搿物事保留下来，就是慢慢的侬会得褪去一点的，但是保存肯定是一直辣辣个记忆当中啊。这都是现在有的还是以前的？我没见过这种的。我觉得我们父亲活着，给我们弄的就专门做面的这个刀。咱们就是剁这个荞面的刀。是这样的。没做过，做出来粗粗细细的。妈两个样子，我一定要打回去，打给我上海一个好朋友吃。看人家漂亮嘞，因为我看过来是土窑洞嘞。吃，好吃好吃，我都不咋敢碰，不怕，就像艺术品一样，都不敢碰。在那个一刹那的辰光，我寻到了我存在的价值了。